圣诞老人，圣诞快乐！英雄联盟。对面晚豪叫敬酒不喝，人自醉酒。敌军还有三。我又弹冲击。欢迎参加我的。我又弹冲击。哎，怎么的？你要扎死我呀！全军出击！我又弹冲击，他要干啥呀？弹冲击！哎，哎呦我操！吓死了，真吓人呐！怎么的？没完了是吗？我又弹冲击！给我杀！哎。药王，都时间到了。才100块，哎，怎么可以接受？弹冲击，反正这晚豪压不了我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我又不怕。又弹冲击，炮车他没补着，他气死了。弹冲击，炸了，被他砸了。来一杯吧。哎呀！弹冲击，打烊前的最后一杯。嘚儿，又弹冲击，喝一口，滚动酒桶。我在等大爷，你在等什么？哎。他选择清兵，回来。来一杯吧。哎呀，这英雄联盟不让买蓝瓶，真的是很烦呢。以前都可以买蓝瓶了，怎么不让买呢？你这整的我蓝不够，我他妈的回家只能买4瓶血，怎么整？一点选择余地没有。买的血一瓶没吃了。干哈呀这。这么吓人。我就一直走。这么吓人吗？没打不死啊。一个兵不吃呗。再见。来一杯吧。哎呀，气坏了。
机会呗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下回这血瓶我不买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之间从草丛里边跑出来了，都时间到了。咦，回来吧你哟。问题很小啊，就当我用大招把他杀了，问题不大。45，差一分钟。来一杯吧。哎呀！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弹冲击，诶诶诶，咋呀，差一内内呀。差一内内呀，是时候碾平酒桶了。快了点，不是快了点，咱慢点炸不着了。都时间到了。
里边的。Shut down. 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咦，有没有死？我也吃口屎，没蓝了，有蓝还能跟他玩一玩，没蓝咋玩啊？ Killing spree， 来一杯吧。回家了，来一杯吧。走啊，我们从上面绕过去。这小子搁这还不知道我们过来了，直接一手喝酒啊。这里头有个眼儿，我操，早说有眼儿啊。约塔吧，约塔把他杀了。哟吼！我又没打你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你有伞呢？该我了吧？你闪现也闪够了吧？该我闪了吧？来一杯吧！该我放点技能了吧？怎么开始讨论车这种东西了呢？考驾照了吗？就在那车。我那天看个视频，我听说是啥呢？听说是我听说的啊，去法拉利买车的话要等啊，说是要等，不能去了立刻就能买上，先要交个定金50万，完了呢过一年以后把这个订单卖出去还可以再挣20万，说是真的假的？打没了，没又不是运气了，不重要。
那不无敌了吗呢？那我先定个六十台，那不发了吗？那我一直滚，这不比存银行给的钱多呀？来一杯吧。有本钱吗？没有啊，但可以一直滚呢。我可以先定一台，过两年以后啊，不行，还是只能定一台。但是如果没人买，那就比较难受。兄弟们，几盒成功了，但是没打死人，小兵我打死的，可以，可以兵。我六百没了。也行吧，那小兵都杀人了，你不让他吃点卡钱吗？就要开始了。那卡莎咋那么狂呢？那咋那么狂呢？那狂啥呀？这不值得！不要我带冲击抽！不要我带冲击，我好舔！我操！来一杯吧！弹冲击，石头人不太冲击。把我们家 ADC 给上，又弹冲击。滚动酒桶，又弹冲击。太追呀、啊！滚动酒桶喝酒，又弹冲击收几盒，又弹冲击，滚动酒桶杀一个喝酒，我知道。啊、撤吧，妹妹。嗯，妹妹，你毕竟是个妹妹，别跟他打了，撤吧。他都放你一马了，你就走吧。美甲窃魂卷，好像不太好。我们去玩玩这碗豪。哎，我又弹冲击，喝酒又弹冲击，
尿蛋冲击。我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给我舔他！给我的吧！来一杯吧！快跑！石头人来了！哎呀，石头人可太吓人了！快救救！我又带冲击，喜欢飞，哇！再狙击，这一边呢，把基地拆了。